Oh, it's okay. Why say that? 不要紧。哦，也系客家吹毛系夜班哦，系咩？说话，徐曼老师。嘿、hey. ，你们有讲客家话？当然啦，我系苗栗出生的客家人，当然会讲客家话。哇！Excuse me， 请问沈律师在吗？你是那个很有名的徐威老师 ？That's right， 就是我梦到。哇，徐威老师！徐，来等一下。永盛 traditional market. Wow, your English so good. Sounds like native speakers. Oh my god, you are so sweet. 让许威老师哦，还是过来我上权威英文老师。拜托诶，你点卖破英文哦，卖个他妈点。上这啦，上来。Have a seat. 好。你看，看鸟无点哦，哈？我跟你爸爸学英文哦，学足久的啦。这个小孩吼，对我来讲有够 easy。就 easy 哈。是讲徐威老师啊？嘿。啊，唔知啊，你今仔日哦，讲你我的事务所有什么代志啊？我听说沈律师也肖像使用权官司就有经验，我要来甲伊咨询呐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嘿，阿姑，歹势啦，阿阮沈律吼，伊即马搁伫个法庭啦，搁伫开庭啊，所以较晚才回来，是搁伫遐等一下啦。It's okay， 我会先等，不要紧。也系客家吹毛很夜班哦，系咩？说话，徐曼老师。嘿，你们要讲客家话？当然啦，我系苗栗出生的客家人，当然会讲客家话。哇，你挺好的啊！先生，你听出贵好吃的啊客家点心没？对啊，我们是夜班，好吧？你排戏啦，你的排戏啦。That's all right, just be our guest. Really? Yeah. 你爱都无客气哦，我全部付给好的啦，你请好吃呀你哦。徐老师，你的真给力啊，贵宝你都会吃啊？当然啦。当然，我唔讲笑的啦，吓到你系咪 surprise？ That's a big surprise！ 妈，徐老师，我今天就要公证前位咧。哦哟，徐老师啊，你真正是有够亲民的啦！我跟你讲吼，你若有时间哦，去永盛 traditional market， 去来试试呀，然后做最最物件来吃，哦，拢做好吃。Just be my guest， 我带你去，和你好吃，不倒八八八，哈哈哈！你卖客气，紧吃，我好去泡咖啡和你喝。我是按这些客家吹爆的那些版。